我给你抓两副药，回去煎服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多谢宋药师，多谢宋药师。你慢走啊！好。宋师母告辞了，告辞了。你走了。哎，那俩孩子呢？上山采药去了。上山采药，善儿一个人去就行了。怎么俩都去了？ 陈娘，你这两天怎么这么奇怪啊？我奇怪吗？不说了，我做饭去了。等咱们成了亲啊，你开医馆，我继续提高武功。 哎，宋德哥，你师傅近来好吗？他挺好，可是他跟我说他不再教我了，让我另觅高师。另觅高师？可能他觉得我宋多学武功学得太快了吧。反正啊，我学了一身武艺，就是为了一生都保护你。学武功就学武功嘛，干嘛还往我身上扯啊？善儿，我学武功就是为了保护你。 宋多哥，你快看那是什么？是老虎，看我的！哎，他好像受伤了，你看他多可怜啊！什么可怜啊？他长大了可是要吃人的。可他受伤了，如果我们不给他治，岂不是太残忍了吗？ 哎，你小心点，下不为例。 知道了，小心啊！小虎，你怎么会受伤呢？别怕，我给你看看啊。 找你爹娘吧。 他真能听得懂你说话呀？我说的没错吧？他不会伤害我的。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 你们俩去哪儿了？我们赶庙会。 你这洗的是什么呀？你再看这儿，师母，衣服已经洗得很干净了，你又学会犟嘴了，重新洗。娘，干什么呀？善儿做错什么了？你还没正式拜堂成亲呢。
就开始护着他了，他活都干不好，怎么成为宋家的媳妇儿啊？善儿，我就宋多这么一个儿子，你要想嫁给宋多，你就得先学会怎么做宋家的媳妇儿，否则我们家是不会接纳你的。娘，善儿不是一直做得很好吗？我没这么说。善儿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怎么把宋多放心的交给你呀？师母，是不是善儿做错什么了，惹您不高兴了？善儿可以改，改是来不及了。你呀，就死了这份心吧。娘，善儿到底哪点做的不好啊？我说不好就是不好。娘，宋多哥，别再为善儿跟娘吵了，善儿重新洗就是。我来帮你。不用了，要是让师母看到了，她又该责怪善儿。而且神采飞扬，真正是美妙之极呀。你见过她？此女只有天上有，人间哪有几回见呐？不不不，你错了，此女离你我都不远，我可断定她就在秦宁国王城30里之内。是吗？是可谓美在民间呐。小心收起，好好装裱一下。诺，这是小生有生以来绘得最满意的一幅图了，实在难得呀。此画可作为本殿的镇殿之宝。绝不会让他们成亲的。娘，娘，善儿不见了，周围我找遍了都没看到他。走就走了，也许人家根本就没想嫁你。不，善儿不是这样的人。是娘，娘，你一定刁难了他，他才走的。
我去找他。不许去！小小的刁难都受不起，怎么做你的媳妇儿啊？娘，我和善儿从小一起长大，他心里想什么我很清楚。一定是娘做了什么事，才逼他走的。我能做什么呀？啊，是人家不想嫁你，你就赖到娘头上了。我去找他。你不许去！你给我回来！此话乃小店镇店之宝。镇店之宝，此话本公子看上了，要多少钱啊？此话系非卖品，还望公子海涵。什么？非卖品？非卖品，你挂在这儿干什么呀？嗯？镇店之宝，自然是要展示公众了。哼，强词夺理。我告诉你。普天之下，无论什么宝贝，只要入了我家公子的法眼，哼，那就定然跑不了了。啊，这位公子，你这么说，就有点有失公理了。公理呀，公子就是公理。怎么，你不信呢？要不要咱试试？哪里哪里。我不敢，哼，谅你也不敢。小天子，把这画给我摘下来，咱们也该回府了。诺少爷，公子公子，请慢走一步，有话好商量，何必？老板，你是要说何必动粗是吗？哎，今天本公子心情好，还真不想动粗。啊，你若……有什么事想找本公子商量的话，就去丞相府找我。记住了，是丞相府。少爷，走。好。公子慢走。是啊，叫二
臣过来有何事啊？妙金啊，说起来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寡人想给你找个驸马，你看如何呀？妙金听父王的。父王准备把今年殿试的头一名召为驸马，委以重任。这样的话，也可以帮帮父王。另外，我们的妙金也应该找一个天下第一才子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儿臣听父王的。嗯，妙金真是父王的好女儿呀，就这么定啊。谢谢父王。今天巧得美人图，本少爷的心情都高兴起来了。哎，小钳子，哎，你说这世上真有这么美的姑娘吗？少见。少见？那就是说你见过。哎，没有，我小钳子哪有这么好的眼福啊？瞧病，在这儿休息一下，不会打扰你吧？来这边吧。老婆婆，我给你把把脉吧。姑娘，你会看病？试试吧。老婆婆，要治好你这个病啊，不难，只需要一两大刀豆，一两柿地，煎上两盅，每日分早晚喝。相信没有多长时间，婆婆的病就能好了。多谢姑娘。我这里刚好有这两味药，你们先拿着用。一共要多少钱？这药是从山上采来的。不用给钱了，姑娘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。只要老婆婆的病能够赶紧好起来。谢谢你，姑娘。我的病都快把我儿子的积蓄花光了，我觉得呀不会好了。没想到遇见了你，你真是个好心的姑娘啊！你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老婆婆，您叫我善儿就好。善儿姑娘，谢谢你。婆婆，咱们有药了，咱们回家熬药喝吧。谢谢你，姑娘。走，婆婆慢点。婆婆慢走。善儿姑娘可真是个好心的姑娘啊。是啊。希望以后还能遇到善儿姑娘。哎，这位姑娘，什么事啊？请留步，我想问你，你说的善儿姑娘是不是眉心有颗红痣，而且她医术很高超？是啊，
你认识他？他是我魏国门的媳妇儿。他现在人在哪儿？他就在前面的破庙中。谢谢啊。这一走，把我的心都带走了。跟我回去吧，好吗？宋多哥，善儿自知配不上你。善儿只是一个没爹没娘的野孩子，放善儿走吧，重新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，这也算顺了师母的意了。善儿，我不信你这么说。我宋多这辈子认定你了，海枯石烂，永不变心。宋多哥的心善儿明白，可善儿不想师母为你担心，你还是走吧。善儿，你跟我回去吧。你别再逼我了。你要是不想跟我回去，咱们私奔吧。我求你了，宋多哥，你别这样。可我只想和你在一起，我不想跟你分开。你这不是耍无赖吗？无赖？好，我宋多就当一回无赖。当无赖好啊。公主妙金年纪已经不小了，寡人想招今年的殿试头名为驸马，并封为刑部次郎，不知各位爱卿有何异议啊？主上英明。既然没有异议，那么退朝。退朝。国公大人，看来今年的殿试头名非您门下的张知县莫属啊。你敢如此肯定？他可是咱清宁国第一才子啊。那可不见得，这天外有天，山外有山，大香山寺外还有秦岭呢。不希望你我成婚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善儿知道自己是个没爹没娘的野孩子，配不上你。宋托哥，
然儿走了，你要多保重啊。老爷，王天童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诺。学生参见恩师，不知恩师因何事召学生前来府上？我叫你过来，是想问问你，对这次殿试，你有没有获得头名的把握？这个，恩师也是知道的。那张知显他，怕是学生没有十分的把握。你就那么没有信心吗？一个张知显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，没出息。其他的考生呢？其他的考生应该不成问题。为师给你透个口风，主上已经决定，这次殿试的头名要招为驸马，并赐封为刑部侍郎。如果你要考中的话，前途无量。谢恩师提醒，学生一定努力。至于那个张知显嘛，你也不必把他放在心上。谢恩师栽培，回去准备吧。诺。什么呢？恩师，这么晚了还没有入睡呢。你的殿试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恩师，学生准备放弃功名。放弃功名？恩师，宦海无穷，风雨莫测，学生打心眼里厌恶这一切，宁愿做一个闲云野鹤，云游四方，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。老夫如此提携你，你不为朝廷、为百姓做点事，你这书读到哪儿去了？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但是，学生听说主上准备招殿试头名做大驸马。确有其事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学生正是听说此事才决定放弃功名的。难道你不愿意做大驸马？正是。大公主端庄秀丽，难道配不上你？不不不不，大公主金枝玉叶，学生绝对不敢这么想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学生心中一无所属。荒唐！大男人应胸怀大志，为儿女私情，老夫是怎么教导你的？可是学生总不能追求功名就勉强自己去当大驸马吧？这不是什么当驸马不当驸马的问题。知贤呐，你性格孤傲，目空一切，不愿与俗辈同流，这一点为师的很欣赏。可你正值年轻，要为朝廷做事，怎么可以儿女情长的？这一点
你太让老夫失望了。孰重孰轻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诺。少儿，少儿，少儿。重新来过，到这儿来，不好好的享受春光，弹什么琴，奏什么乐呀？我看八成有病。吕新营求见。进来。恩师，你行色匆匆的，有什么急事吗？回恩师，近日学生与吴丞相门下王千童一起饮酒，王千童大放狂语，说是吴丞相保他此次殿试得头名，而且谈话之中透露出吴丞相对张师弟不利的意思，所以学生特来提醒恩师。有这等荒唐事？学生句句属实。知县还不愿意参加殿试呢，看来吴贵那里早已经做了准备，可笑啊！哎，你去告诉知县，让他多注意些。诺。回来，你还是让他来见我吧。诺。丞相的儿子吴庆，是个胡作非为、欺行霸市的小混混，咱们还是少管闲事儿。少爷想看看新娘子长得什么样子，你们这不是胡闹吗？赶快把路让开，要不然我可报官了啊！报官，报官，报官！本少爷就是官儿，你有何冤情啊？大爷，通融一下，让我们过去吧。哦，这有一锭银子，略表心意。就这点小钱儿，够去怡香院的吗？我们家少爷又不是没见过。去去去！大爷。要怎样才肯放我们过去？那现在就可以过去，只是把新娘子留下。哎，新娘子留下，新娘子留下。这是，她是我娘子啊。哎，本少爷今天就替你尝尝当新郎官的滋味。听见没有？
他们赶紧滚！不是我娘死的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你相公现在不要了，本少爷得回考虑考虑，当一会儿你的相公。放开我！救命啊！哥，这是怎么了？小心点，吴公子在欺负人家姑娘。畜生！这人长得可真俊啊！胖子！哎，你敢打本少爷？不想活了？打他给我上！闲事儿，少爷，你不玩了？还玩？啊，人家死了，你玩去啊？恢复，啊，哎，恢复，下次不能还动。伤得挺严重的，那怎么办啊？你和我先扶他离开这儿吧。行，好的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没？小姐，估计他们都睡了，要不？咱们就把他放这儿吧。那不行，本小姐一定要带他回去。小姐不可呀，主上要是知道了是要发脾气的。小姐毕竟还未出嫁，怎么能带个男人回家呢？那把他放在哪儿好呢？就放这儿吧。小姐，天色不早了，咱们回府吧。那，哎。抬殿，你去把傻姑娘请过来。是。
走。哎。伤得这么重呢？到底是谁这么狠心把你打成这样？宋多哥，一定要好起来。善儿不能没有你。再离开我了，一日一月一生死，我恋水，那香山，很久。